直角框是下直角框，画图的时候很常会画直角框啊，下直角框画起来，好，请你去量我的后领围，后领围就是新的这一段领围的领围长度，量起来是 9.5， 所以这一条色星星好了，好，星星等于 9.5， 然后再换前面的长度，接到这里齐，就是这样。接到这个棋，这个是圈圈黑豆豆好了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星星加上黑豆豆，黑豆豆的长度是，你们如果量的时候用平尺立着量，然后是三点多，是三点多。为什么有点冰冻？好，就这样子画起来之后，这个点，请你往上提高，这里到这里是这个尺寸，然后往上提高 2.2， 点出，然后他比较贴心一点，就告诉你说，从我的前，从我的这个角退进来9公分。这个九跟我刚刚这个接上，然后再用我的弯尺把这里修顺。啊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不一定啊，你画习惯了，其实如果这个会放，你放得上去拉得出来，你就直接拉了，不一定要推进来九。九只是说你不会画，它给你一个依循的标准。好，好了之后，请你重新再量一次这段的尺寸，要等长，就像上提之后的尺寸，那是你原来要的那个黑豆豆的尺寸到这里，不会刚好是这个平行上来，会差一些些。好，这尺寸上来之后，请你这样子拉一个直角，这要拉一个直角，直角的宽度是 2.8。往上是 2.8， 点出后领是3公分，三公分拉一小段起来，2.8弯尺一样接上，然后他因为要做 V 字的开口，所以他这里前中心再退，所以他是这样接上，好，这就是领子了，所以这里是直角，这里也是直角，这是领子。里面有蓝色，但是这真的第一次你们没听过，只能让你先听，听多少，你们先听啊，等一下再回头再回来。好，领子完了，这袖子也不难，袖子也顺便一起把它。